这回是我们给您说，这段子啊还是很长时间没演了啊，这倒是实情。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，哎呦，这可不敢当。王月坡，好家伙，您使这么大劲干嘛？不是，我就问您啊。啊，是我。您是不是王月坡？好，又来了。您别使这么大劲，啊、是我是我啊，是您啊啊。我是特地来找您来的。哦，您找我什么事？像您除了在直播间在剧场演出啊啊，要是有商业的活动，找个堂会什么的，好啊，您去吗？当然去啊。哦，您去啊。我们还是专走这喜寿堂会。那太好了。嗯嗯嗯，我们那儿啊啊，本家老太爷特地让我来。哦，找您来的，您老大爷、啊、喜欢您，是我知道，也我的老听众了。啊、对对对，老太爷家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红事，红事那甭问了，老太爷娶儿媳妇儿，不是啊，聘姑娘，不是，那不一样吗？红事，红事那是什么？嗯，哦，老爷子做寿，那叫寿日。红事是得大孙子了？没有，我什么红事？出殡出。我说您会说中国话呀？怎么了？出殡叫红事啊？您听着新鲜，那不白事吗？不光您听着新鲜啊，哪位听着都新鲜。啊、是这话怎么回事？我们本家老太爷啊，90多了。哦，哎，这应该算得上是老喜丧啊。那是算了，对不对？算算，90多岁，嚯，久居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爪哇，嗯，东南亚一带。哦，在那边有摊不少产业。哦，有钱，咖啡园，嗯嗯，2万多公顷。不是这爪哇整个有2万多公顷吗？这不好几个地儿呢吗？啊、哦，还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对啊、哦，2万多公顷的咖啡园。咖啡园啊啊，是是，就这意思吧，我明白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完有产业，哎有呢，哦，还有什么？800多亩的橡胶林，听听，一望无际，嗯，3家轮船公司，嚯，4家房产公司，瞧瞧，还有5个银行，是啊，就这么大的产业，哎呦，老太爷原籍是北京。哦，老北京人，嘿，哦，岁数大了，想回来看看，是是，没想到怎么样，到了北京，可就病了，这岁数大了，越来越重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老太爷还没儿子，绝活，哎，可不能说是绝活啊，有4位姑奶奶，哦，有4位姑奶奶，对呀，哦，老太爷的情况这么严重，嗯嗯嗯，我们这做下人的一个管家，那主不了事啊，嗯，赶紧给4位姑奶奶打电话，嗯嗯嗯，叫回来商量着给老爷子办白事，这还商量什么呀？这4位姑奶奶闹着了，这就一分绝户产呐，没儿子呀，对不对啊？这就41/41。那是您这么想，那没办法，便宜外姓人了，那就啊。4位姑奶奶，不瞒您说啊，哪位都比老头趁得多。这四位，人家不在乎。这4位姑老爷家里边比老头还有钱，比老头还有钱呢。那这钱怎么办？老头这4位姑奶奶一商量，得了啊，老头这辈子不容易，这么大的家业，嗯，全都办白事，全办白事，对，火。北京天津交界啊，那儿有一所呀，老头15进的四合院，这就不能叫四合院了。您说这是庄园，对啊，也能算是庄园。干嘛也是小庄园，15进大院套，好家伙，摆流水席哦，停7期49天，嗯，待客不收礼，还待客不收礼，随便吃，谁都能去。哎，我能去吗？当然了。有钱难买零钱掉啊！好话，嘿，欢迎！不是，我家里还有孩子呢，孩子去更好了。我老婆孩子，我俩孩子，我都带着，都带着，好啊！行，我们4口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吃啊，饭食也好。吃什么饭？百鳖宴，好吃。什么年代？鳖，鳖，
王八。您别往这拍，说王八你往我这拍干嘛？哦，对，你是岳伯。哎，你是王岳伯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这什么口音？这是王岳伯，王岳伯，王八是王八，两分着，这差不太多呀。啊，差多了啊！这街坊够两淘的吧？王八知道吗？啊，王八知道。哎，百鳖呀，哎，一百个王八做的，全是王八，每天一百个王八。瞧瞧，大个儿野生的，嚯，好家伙，嗯。不带孩子去吗？对，有小孩啊。就我们那儿饭做的特别适合小朋友口味。啊，有小孩也吃的。那当然了。什么呀？鳖血酸奶冻。王八血酸奶冻，这东西多适合小朋友。这孩子能喝吗？这个鳖血酸奶冻。哎，这玩意儿那孩子喝完了鼻子窜血，这家伙。长大个儿。是啊，长大个儿，能长到云天那么大个吗？能，没问题。那让孩子鳖血。你放心。嗯。就这么着花钱啊，连1%都没花出去。可是那些下剩那些呢？四位姑奶奶疼人啊，一商量，嗯嗯，我们这些下人也不容易啊，跟了这么些年，嗯，得嘞，这样，嗯，给手底人分一分，什么厨子老妈，哎，这能分多少钱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啊啊，刚去府里边有一个。何妈，嗯，何妈是谁？说相声的啊，何云伟他妈啊。何妈刚去了一个礼拜，嗯，美金40000多，多少钱？40000多。何云伟他妈啊，到您府上才干了一礼拜，哎，就分40000块钱美金。对，嘿。我说何云伟这俩礼拜天天吃早点呢，啊，这位原来连早点都不吃，他舍不得呀，就去了一个礼拜。不是，您别提何妈，您像您这个在我府里头，您是什么差事？管家，大管家，就穿着衣服这就是管家。是是是，大管家，不是啊，大管家，这得分多少钱呢？这么大的产业，家里边光管家5个。哦，福禄寿喜财，您是？我是财。哦，财那怎么称呼您呢？我们跟老太爷都没有名儿。嗯嗯嗯，下人嘛。嗯，老太爷就管我们叫滋儿。滋儿，对，滋儿，老北京人这。哎，大管家啊，福字儿啊，哎，禄字儿，到您这财字儿啊，不。啊，一说财字儿，这就独白了，就独白了。都说发财，发财，发财啊！哎，我占了这么一个发字。哦，占一发字儿。哎，那您是发字儿。哎，我拿你当 brother， 你拿我当 father。谁拿你当 father 了？那我就认下你这个丧去啊！这就够丧的了，这还丧呢。这什么名字？这是啊！你叫我，我愿意。我是我，不就发爷，发爷吧？啊，发爷，岳波老师。哎，发爷，发爷，咱别叫那个了。对，这名字叫不出口。嗯，这一分啊啊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还没花完。所以说，这不特地派我来了吗？啊，老太爷又好些个评书艺术，爱听我。这不特地找您来了吗？是是是，那我到府上是堂会，堂会，哎，对，就说评书啊，说评书。那这公事，别人不要啊，就要您。是是是，什么叫说相声的，唱大鼓，唱快板都不要。这不，对，他们也不好，就您一个人啊，我一人行。哎，这公事怎么的？什么叫公事？就是劳务啊，您看能给我多少钱？您报价。我吧，您开是我呀，这个在北京有那个小剧场，那才几十块钱一张票，啊，人也不多啊，是吧？但是那是平常的业务场，您这呢就属于商演了，哦，这就不能按平常那个，我能明白。再一个，这个我一人说2钟头，等于我一人盯一晚会一样，怎么着呀？您也得给拿50000块钱，多少钱？你这一说就瞪眼，这玩意儿没找您多要啊，50000呢？你要50000？哎呦，怎么这我这要的不多呀？前天啊，我们府里叫了一耍猴的，嗯、就那猴翻了2个跟头，嗯、给了10万。是，
我还不如那猴呢。你要50000块钱？哦，合着我要少了。那可不呗。哎呦，那您能给多少钱呢？老太爷这么喜欢您啊。50万。老太爷能给我50万？50万。呵，就这事儿，就这个啊。好，行行行啊，这就50万，这比烧饼铺给的多多。那可不呗，这可比肉夹馍给的多。是，行行行行行行，50万，50万。那您这个演几天呢？啊，演几天？7期49天，您都得在呀，整个的，长篇的呀。说一个万字活。哎。这是您的行业术语吧？就是长篇的呀、啊，对 对，天天说呀，对对，就是7期49个50万了，这叫、就是啊，对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算算，那行，您甭管了，这行行行行啊，到时候那个这钱下来，您放心，我忘不了您，啊，咱们这钱您放心，50万是吧？对，50万，49，这反正不少钱了，那您这那什么，那个我把那我给大刀切白菜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您来一半，50%您拿走。不要啊！不是，我要是要钱，嗯，我不找您，我自己都扣下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是给您的，也对，是您的劳务。行了，这回闹着了，跟您各位说，打明儿我也开始吃早点了。应了吗？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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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应了，这个50万，好啊，好好啊，我得跟您商量个事。您说，这个我们府里啊办的是。白事是知道啊，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啊，穿的都跟白人一样。是是是，您就穿这身去啊？这不刚才说就这一身大褂，没有别的演出服。不是这个，我不是说演出服啊，我那意思呢，啊，您多少挂点孝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挂孝？系一根带子。什么带子？白带。孝带子。啊什么呀？那不是不是，老太爷90多了、啊、对，就这个岁数啊。您今年高寿？我46啊。您给系根带子，这事儿不过分？不过分，没什么，这咱都是做晚辈应该的，是吧？但您要知道，这个孝带子那是大五福白布，对，没错。现在这路布不好找了，您说这个好，我在市里边都没有卖，得上那个农村大集、啊、我在炫买去、啊、不啊、怎么能让您花钱？不好学也啊！您赏话啊！我跟本家说，给您撕。哦，本家有。那当然了。哦，撕现成的。啊，对，撕现成。哦，那能撕多少？能撕多长？您什么意思？就撕多撕点，撕面子撕宽着点。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让那个，我拿回去给我老婆给孩子们改个小背心什么的。平常缝缝补补的，走时给拿2匹、嗯、2匹，走时拿2匹大五福白布，行不行？行了，您甭管了，行了行了行，没事，这孝带子能系，能系吗？能系的，太能系了。那咱可就说好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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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带子系了。哎，系了是这样啊，如果说带子系了呢，啊，那这个袍子嗯是不是也穿上点、嗯、是袍子？什么袍子？白袍子。孝袍子啊啊又啊，我系根带子意思意思就得了，我就别穿袍子了，我还穿袍子干嘛呀？有难度是吧？不是有难度，它不合适，您知道吧？那这样啊，走时给拿两条。哎，什么？您走时给您拿两条黄瓜。黄瓜干嘛？什么呀？金子。金子啊。金条，对，就那个十克的那小金条，十克叫金条。您这个那还没戒指大呢。您这多大？2斤。2斤。2斤。1000克。哎，账头还挺清楚。2个500克，2斤，1000克。1000克。对，1000克，1条1000克，2条就是2000克。对呀，2000克。2000克，现在黄金1克是630多块钱。啊，对呀，你算。你算吧。好，2000克。2000克，2000×637。啊，271。就不少钱了，这就。啊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这个47天给2条，
49天。你怎么还偷了两天呢？不是，我愿意时间长，四十九天。对，49天，给两条，那能行吗？那怎么着？每天给两条，49天啊，一天给两条，可不呗？就是49个2000克。对，49个再乘以637，49乘2000再乘以630，零儿您甭算，我这人不在乎钱啊、您这零儿咱还干嘛？你也确实不要算了啊，是因为你不要再给自己制造难度了，好吧？是行，反正我记住了，我也信得过您啊。关键您这怎么意思？这校袍子应该穿，为什么？咱不是因为钱，他省得我这个脏了，您说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对我这还显干净 啊， 行啊。那个就是说袍子穿了吗？穿了啊，两条筋子一天，带的系了，袍子穿了、啊、是。那这个鞋是不是也绷上去了？行，怎么还绷白鞋啊？不能全绷白了啊，给您留个红后跟儿。留，各位，我还是近人啊，您看，我就别绷白鞋了。不是啊，绷鞋啊，也给两条，这就四条了。49乘2再乘二再乘237，不是，那不能再乘二，得加二。这回我记住了，等于是乘四，对，乘四完了之后再乘那个600多，是吧？对 对， 对，行了，这崩了，鞋也崩了，崩了，好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。行，这个哎，要是鞋也崩了，哎，这帽子也戴上点吧。帽子什么帽子？这白帽子，我还戴一白帽子啊！不能光白帽子啊！上面给您装4个红绒球。不，您先等等吧，我算算吧。帽子上红绒球，一个红绒球孙子，俩红绒球重孙子，仨红绒球耷拉孙儿，四红绒球孙墨子，我没辈儿了，我这玩意儿啊！跟您开玩笑，开什么玩笑？没有绒球啊！就是有个铜钱，那我这上面有两绺。您帮着，我见过，我赶上了，不戴。不是你这袍子都穿了，戴帽子？那不就这不一样，这不戴，算了啊。帽子，也给两条。别，甭对付，不戴。三条，我不用。您这至于的吗？啊，怎么着？光帽子就4条？不戴，我有4条了。行了，够了，咱这不是那贪而无厌的人哦。帽子你是死活不戴啊？不戴了。那行啊，袍子你也别穿了，带子你也别系了，鞋、哎、你也别碰。别去，这事咱吹了。这别去，我找别人。别去，您找谁呀、啊哎？您找谁？我找何云伟。不行，不，这您把这包撂，您干嘛？您你干什么？你要不赶火车，你拿他干嘛去、啊？何云伟可不行，找谁都不能找何云伟，他撑不起来。什么撑不起来？他那个那校袍子他穿着没有，我按他那个给他，那您何必呢？您就给我撕宽一点，他一穿没了，那校帽子一扣，脑袋上全套进去了，打老远一看元宵成精一样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不戴呀、啊、关键你我戴呀，干嘛不戴？那好，这不戴那些全没了，我不是在乎钱，您说光穿袍子不戴帽，头齐脚不齐的好看吗？那个是不是秃头秃脑袋也不好看？你就说你带不带吧？带都带。袍子穿，袍子，带子系，带子系，鞋崩也行，帽子戴，一共是6条，六条是不是？对，行了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，您甭管了，是吧？哎，行，你赢了是吧？赢了。那行这样啊，衣裳呢？我带来了。哎，这什么叫带来了？你呀、啊，穿上试试。试试，对。不是你随身带着它干嘛呀？这个，嗨，这不是需要吗？这需要啊！我想的就把这东西都带来。我还头回碰上这样的，还随身带着，还来吧，我伺候您。不用，我伺候您穿上。不用，我这穿上。你会吗？我会。你要人这个校袍子那么专业，上面还有商标呢，您这玩意儿啊。行，好，这我都会穿。你。爱穿这个啊！啊，对，这好，不白穿这个啊！啊是，这有个带子，我给你系上。啊，不用死乞白赖系。啊，对，拢、哎、一点，拿这拢一点就行。对，这咱们，您瞧我这，啊，这咱们都会这个。对，哎，这一拢，这我跟您说，男左女右，这得系左边的。要不说您懂呢？哎，还行。丑笑。是，这东西就得穿出个丑样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
哎，行，你看啊，您就说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何云伟精神？哎呀，量身定做呀。对，您我穿着那么可是他能穿吗？您懂吗？是是，他穿上就显邋遢了，您知道吧？还真穿出这效果来。行，咱您带我见姑奶奶吧。不，这不好，我还得跟您商量个事儿啊。咱们是，临到出殡那天啊，您帮忙拿点东西。对，这不行，拿东西可不行。您知为什么？您别看我这人挺魁梧的，没力气啊，干不了活。不沉啊，不沉，不沉吗？啊，不是值钱也不行。您府上那么有钱，好那盆景都是翡翠的，我这吧唧给扒拉躺下，这赔不起。不值钱啊，不值钱。我这么跟您说啊，飘轻。哦，不值钱，就这个东西，嗯，扔在街上啊，多穷的人家都不捡。是啊，嗯，什么东西？小孩玩的花楞棒。哦，什么样啊？一根棍儿啊，一根棍儿，前面呢有点碎布条，嗯，有点碎纸花，嗯，上面有块白布。上面写的四个大字西方接引。嗯。番儿。对。有叫番儿的。啊，有叫番儿的，那就叫番儿。你嚷嚷什么呀？我能不让？说挺热闹找打番儿的。对呀。对什么呀？就是找你打番儿。就找我打番儿。你干嘛你？我告诉你 father。这什么名字这是？这谁给他起这倒霉名字？你这玩意儿，你爱叫这是吧？不是这个，你错跟眼皮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不了。为什么打不了？说挺热闹啊，没儿子找打分的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我要给你打分传出去，同行同业的笑话我，我走在大马路上人戳我脊梁骨，知道吗？我没在网上挨过骂，我不给人凑这材料。你们是让人骂皮了，不在乎这个。去找何云伟去，何云伟不在乎这，找他去，找他去，找去，把这行，这你这挺好，给他裁小点，他能穿。走吧，找何云伟去吧，去啊，走吧。哎，你怎么不能打分？打不了分，我告诉你，嗯，我父母双全，懂吗？打不了。不是给这么些钱。不稀罕，别废话，走吧。姑奶奶可说了，嗯，老爷子这么多产业，嗯，谁要是给打这番儿，嗯，给当这儿子，嗯，不在乎，你别跟我说。两万多公顷的咖啡园，看不过来。800多亩的橡胶林，我怕它着火。3家轮船公司，我连三轮车都不会骑。4家房产公司，王队，我去找何云伟去。5个银行，6个银行。嗨，我跟您各位说，其实这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，老太爷在中东有4个丫鬟。嗯，嚯，嗯，哎。姑奶奶说了，嗯，谁要给当这儿子打这分儿，嗯，4个丫鬟就给他当老婆。哇嚯，4个，好的，老爷子都90多了，这4个丫鬟小不了，小起码也得70，也得。谁告诉你的？四个老太太啊，别闹。小的17，嗯，大的21。一个个年轻靓丽，气质高雅，大学本科生。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，真的，厨子肉翻着，赤子肉横着，那腿那样，那胳膊那样，那腰那样，4个丫鬟都给他，往中东一待，天伦之乐呀，多高兴啊！什么模样都有，你就喜欢说饱满一点的，你说还是喜欢瘦一点，都给他。这么多的财产，再有这么4个丫鬟，你说是丫鬟，不就是4个老婆吗？那天天陪伴着，那得多美呀！爸爸，你不去，不去拉倒。哎，不是你怎么意思？哎，这是我穿，
你穿不，你穿不了，你脱来。啊，不不不你脱，这就得我穿。我要找，我找何云伟。不行，他不像，你找他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他哪像校长？不是你不行，他没干过这个，你去不了。我去得了，你就不行。我干嘛去不了？您没挨过那么些骂呀？您不想生活当中挨骂呀？对不对？这你这不也扛过来了吗？你也想扛过来呀？一扛就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行，您去不了。没事，您放心，您叫我，您叫我。您同行同业的笑话，他们那是嫉妒我啊！他们那嫉妒我，嫉妒你啊！你走着大街，人戳你脊梁骨，他们死不死？最重要的啊，你父母双亡啊。我父母双全哦，你父母双全，对呀，你父母双全，父母双全那什么的，这会儿他还挺记得，你父母双全，我告诉你，父母双全的，那也是身外之物啊。我您甭管了，您就一天六条，您还有四个丫鬟。那不是不你甭管这个了。我四个丫鬟，你甭管，那你也去不了。我干嘛去？就是你，您叫不是我跟您发字，咱们这都好办。你别叫我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你这丧，你也去不了。我怎么不怎么去不了？我怎么去不了？你嬉皮笑脸，不是没有。我跟您说，我是在您那儿，您许给我这么些东西，还有四个美人，我心里喜欢，所以我就才这样。到您府上，您做那都很肃穆的，您说是不是啊？不行，气氛多凝重。你嬉皮笑脸，我没事，我这能表演的，到那我这表演很逼真的，您知道吗？你逼真，满脸气容，马上就来。你这样啊？你这样，我信不过你。您干嘛信不过我？咱就在这儿现场啊，排练排练去。这出殡有排练的吗？不是，我看看你是不是那状态。这怎么排练？这个？你要是那状态，我就带你见姑奶奶。没问题啊。咱们把这桌子搭一搭，搭桌子干嘛？咱这就好比是灵堂哦，这就灵堂。对，这就是那灵桌。对对对对对。哦哦，行行行。对，嗯，好嘞，嗯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就是你爸爸这棺材。棺材，你爸爸就在这里躺着。我爸爸是蛐蛐是怎么的呢？假笔。假笔啊。假笔，您给停到这儿。就停在这儿了。哎，行吧。哎，有有有。哎，这位置。来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！哎，这怎么意思？还拿什么？那个，你找什么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就好比是孝子摔的那盆子。这盆子，哦，对，这个干嘛？这个一喊请盆子，嗯，拿着它往地上一摔，一摔，放声痛哭。我一看你是那意思，嗯，马上带你见姑奶奶去。黑马带孝，顶丧驾灵，摔盆抱罐，对 对, 对，就摔这个。对对 对, 对，您甭管了，这教我了，这得摔这个，教我了。咱们那个幡儿有吗？幡儿啊，有幡儿，幡儿也有，幡儿有啊，全套这位、哎、啊，怎么还有幡儿呢？呵，哎，还真讲究，那是，嗯，不是这写的还真好，这个 啊, 啊，不是您这棍儿可短点，这棍儿短点，短点，没事啊。好，我怕一专业的。老板，你来吧，变魔术的你是？这我知道，这我太会了。您懂啊？这扛左边，男懂女优。哎，对对对，有那感。您看，有那感觉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就是那盆子了。这就是那盆子了。您得找着那个悲痛的感觉。您放心，来的特别快，当时眼泪就下来。一转身就有。一转身就有。啊，一转身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走，我给您喊着。好嘞，好嘞。孝子少动，还真流泪了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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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。怎么了？这茬不对，这茬。哎呦，眼泪都真吓人。不是不是，这茬我越琢磨越不对。您刚才说老太爷没儿子呀？啊，我打哪来的？哦，正爷亲友倒是一问，这谁的？是我这没法答对这个。啊，这个是哈啊，我得帮你想个辙啊，我得帮帮你啊。是是是，这样，这怎么说呀、啊？要是有人问、啊、我，对外的口径就这么说。您说。老太爷年轻的时候不检点，嗯嗯，
在香河啊，有这么一个外家。哦，你就是外宅生的。我还是小妈养的我。说现在的话啊，你是私生子。我什么私生，这也太难听了。您听这地方还香河还。干嘛老爷子爱吃肉饼是怎么着？你妈是烙肉饼、哎、你妈是烙肉饼的。别对付着，这私生子太难听。不是，那没办法、啊。那怎么没办法？四个丫鬟你可别忘了。嗯，小的17，大的21。嗯。啊，那腰那样，那腿那样。行了，发言发言。新婆子那样。我您给我挑一双眼皮儿就行了。小子少喽。请门呐。爸。还是真好。怎么样？不错。有包涵吗？没包涵。您带我走。干嘛去？见姑奶奶。去不了。怎么？老头还没死呢。哎呀。好嘞，您拿。哎呀，这个赶紧给王老师脱，哎，要把这个脱了，快脱。嗯。